啊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艾扎，还有这是福谦，嗨，我是福谦，我们今天要来玩波兰意思录，创建角色，按照惯例，惯例，以前都叫扎菜，对啊，这样吧，那就这样吧，就发现被用过了，禁止的词汇，哇靠，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。那怎么随便取一个？那就改成禁止的词汇。可恶！哇，竟然！怎么会有人用这种名字啊？那把禁改成阿禁。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好，我角色会变胖。禁止的。女性化的名字，然后又要西方一点的，我觉得这游戏就要取西方一点的名字。西方一点。对。随便打一个，看会变成什么怎么样？好，就决定用后面那个了，很西方。阿尔德玛。好，就这样吧。那个，不，又进一次，一定是有第二个字，那我们就把第二个字改掉吧。那把它改成阿尔。好，可以。耶、yeah! ！要带着什么去冒险呢？当然是挑战最难的、啊。杖跟旋风旋旋旋风枪。你要智障还是犯贱？哇塞，那我打枪好了。打枪是不是？靠，没有问题。拿枪吗？还是法师好了？我想当法师。遭受攻击无法施展，所以会不会断掉吟唱？没关系，那就。拿杖吧，好，你智障。OK， 终于可以开始游戏了。本日印章有礼物，礼物六个，500万纪念下载。哎呦，做不做不做不做。泰纳之书，最新达成奖章接收。99个哎，好多啊。入珠，入珠好像是那个点数吗？入珠好像是拿来玩。喂，我是跑来跟道长讲话。没有跟他讲话，他讲话我们应该要怕。哎呦，第一次来哦，我一定知无不得。好玩的，有什么好玩的？遗迹吗？遗迹好像很好玩哦，友情象征。破风杖，破风杖，不错不错。那、要送东西了，废金属要给萨德先生，非常有诚意的废金属。有没有自动走路啊？还是我真的要自己去找他？这样怎么知道在哪里啊？不对，我觉得应该会有个答案，该不会是好大的地方、啊？铁匠部，哎、干好猛啊！一瞬间就找到了炼金属还是强化武器？什么来跑腿的？谢谢你帮我们搬运这些废金属，挑一件喜欢的哦。被鄙视了，哇！装备又再度被鄙视了，真的，学问知道。我没有问哦，我没有问断金什么，完了，要给我任务了，规划中地区啊，要去打怪啊。那有原来有箭头，教我怎么走。可以领取勋章了。原来我 level 快了，强化点数加五。第一个、能力数值哦，散位分配强化点数。按照这种游戏来说，四，没有，我觉得要 INT 比较多。INT 十二五跳。规划中地他一直在露内裤，你只要跳一次他就给观众福利，不错不错。哇，整又是他。那个人一边看书一边打怪，啊、一边看书一边打怪，我们该救这种人吗？爱路非族女性，我们该救了，救了还是救了？那不是看书，那是盾。哦，我刚还以为他这样一边看书，然后一边八级，我好像还没有瞄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现在在被凯瑞，好哎、欸，他是我们队伍里面的人，啪啪啪啪啪，哎呦，变51了，哦，终于，巴福特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会这样叫哥哥，感觉就不是亲哥哥，通常是隔壁邻居的哥哥。糟糕了，只要敌人也会叫哥哥的时候，叫全名后面加哥哥。对，完了，我妈念我们的名字。哎，不是，我叫什么、什么？竟然没有哦，原来你叫。对啊，可恶，冒险者没有盖章。刚才取一个尼玛。对啊。正式的斯特列，刚好抢走一个，也是抢来了。植物型怪物掉落妖族，你就收集五图片吗？什么？务必小心。那我们就双飞吧。糟糕了啊！看到了，特别大颗，科隆老大1000，OK 的。远距离法术，他走过来了，5秒、4秒、3秒，我觉得来不及了，要被断了。哦，什么？他没有打你？我看到，我被打了。他不断你。他在干嘛？他的没有他的吟唱跟你一样久，而且他滚来滚去的。所以你先吟唱的时候你会赢，只能这样了。避开！对，来不及。对，有了。他就滚去，他自己在那边滚，滚回来给你敲。对啊，有了，有 feel 了。有啊，这吟唱你赢了。好了，拜啊。你被断了，还没有？为什么你吟唱没有被断？我也不懂。等等输了，龙龙。哦，证明自己是个冒险者。然后我们要跑出来，还要收钱回来，收到自己的口袋就好。What？ 差点忘了这是药草的钱。哎呀，我有钱了吗？没有，它是贵重，它是道具。断金子，没有，没事，不要问。我还没什么事哎，为什么你还是要讲？我是不是可以换到装备啊？装备，你看我怎么变成那个叫啥？骷髅魔法使，封印解除。封印，你只记得这句，记重点就好了。收集这么多的那些钱是你的，我就说吧，我们可以拿到那些钱。哦，100。我发现完好，我们缺了魔像，谁叫你？天哪，就是两个甜品。事情才会变成这样，这件事也快点注意吧，哥哥啊，那你都一定要我们两个肯定应付不来啊。再加上我们这个菜鸟，没有地方让我们选，不要。魔像，
套法术出来，快点！套法术出来，封剑，等一下换了吗？我刚有封剑，有三段攻击，会痛，暴击，啪！你敲的时候还出暴击，不行，我们不能浪费太多资源小怪兽。可是要怎么走？他浮在空中，哎，为什么？他绝对是 boss， 打他。他这是 bug 吧？打他，他是 boss。我怎么打他？锁定他。有哎，可以。你看他会下来。好，不要打死他。哎，下来了。哎，为什么？不，走吧，我们去阻止魔像。我们这样走是对的吗？不知道啊。这里看起来没路哎。Go 信仰之雀。哦，不行，没有。原来右下角的地图有啦。惊叹号啊，有啦，看到啦。有啦。对啦，没错，就是这里了。哦，意外长相蜘蛛。哎，好可怕。他要开炮了，完了我要死了。这时候会有人来救我们。你好聪明，接下来攻击他。是我们大腿来了，大腿还帮我们降防了。我们就在后面一直丢这个就对了。我们大腿很猛，我 MP 也太少了吧？我这要才消耗一而已。是因为你看没 MP 了 ，ND 点不够高吧？那我们现在升级一下角色。其实是这种耍废的人，弄他们在前面挡。MP 不足，上去敲吧。我道具等等，不用不用，我直接上去敲比较快。真的假的？他已经快死了，他已经快死了，你看到他的血。尾刀，快尾刀，尾刀。对啊，尾刀是我们的。十暴击，暴击十点而已。我是觉得你这样想要尾刀可能有困难，还是你想要去旁边偷偷看有没有可以隐藏？哎、欸，他死了。现在结束就我要守备好吗？他们先走了，不会带我走、啊。走，我们先回去汇报任务好了。好啊，就说我们把石像给解决。你不用回报啊，直接就有人过来跟你讲、哎、被政府官员。被政府官员找了哦，金蝉那我看到了，我们可以解任务了。没有没有，这时候除了领钱之外，还有领麻烦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我能再麻烦一件事情。天哪，皮诺索菲斯罗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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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皮诺索菲斯罗伊，难怪你是难怪你平常这么娘炮，难怪你是奶子，真不好意思、啊，你是奶子啊，奶子啊，奶子啊，请你站着，先生，别动一阵。这我可以。凯沃斯又来了又来了，他又要给我们凯沃斯大龙穴。跟你汇报，是是，麻烦就来了，对，麻烦来了。我觉得我们暂时是玩不完，游戏都没有玩完那一天的。啊，如果有下一集，我们再继续把这后面的任务给解决掉好了。如果你有兴趣看接下来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喜欢，然后喜欢的话把在说什么，喜欢的话就按点个右下角的喜欢吧，然后想继续看给安迪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